Rosewood 瑰丽酒店，大家可能只是会想起 staycation， 去 YouTube search 下呢，全部都跟 staycation 有关的。其实去 Rosewood 不一定要住，那里一共有8间餐厅，例如吃下午茶很出名的 Butterfly Room， 而我们今次去的就是另一间餐厅 Chat。 Chat 在印度文就是舔的意思，其实餐厅就希望客人吃到舔舔你。而这间餐厅更加在2022年第一次拿到米芝莲一星。 Chat 是 Rosewood 的5楼，这一层有4间餐厅，但是没有独立的入口的。要入 Chat 首先就要穿过其他的餐厅，有少少像在高级 food court 的格局这样。餐厅的面积不算大，台凳排得比较密，而环境都挺嘈的，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。我们坐在窗边的两人位可以望到维港景，但老实讲呢，真的不是加分位，因为窗太窄了，就没有那种可以一览无遗维港的感觉，有点浪费了这个景了。首先我们点了芒果和椰子拉士，这两杯拉士是我们在香港喝过最浓的拉士，很明显水果的分量十足，每杯要100元，拍得住酒精饮品的价钱。是不是很贵呢？其实都挺贵，但是都挺好喝的。在香港我们喝过很多次40-70元左右的拉士，但都没有这一杯的一半那么浓。吃饭之前我们就来试一点餐前小食，是印度的脆饼配 mango chutney， 即是印度的一种甜酸酱。脆饼就用 lentil 即是蓝道豆制作的，味道都挺特别。这个脆饼有咸味，也有很浓的香料味，就不是单单是盐烧的咸味那么简单。吃完之后还有一点辣味的回甘，有点像吃完 wasabi 豆最尾最尾的那种感觉。再配上偏甜的 chutney 酱，味道就挺丰富下了。我们点了两道前菜，首先呢就是这一道来 chat 必点，以卖上出名的 smoked samosa。 samosa 呢就是印度的一种咖喱饺，正常的卖相就好像咖喱角那样的，但 chat 这里就故意做到好像雪糕筒那样，插在芝麻碎上面，表面再加上一些碎的葱花，就好像盆栽那样了。 Samosa 的馅有很浓的羊肉咖喱味，但是不说不知道，其实它里面没有羊肉的，而是用大树菠萝做的。用这种水果加入去其实都挺创新，而将大树菠萝的味道和质感做成羊肉的感觉，简直是神乎其技。 Samosa 可以就这样吃，也可以点 yogurt 来吃，是两种不同的风味。下一道前菜就是 Raj Kachori。 Raj 代表皇室的意思，而 Kachori 就是炸香了的空心圆形脆饼，所以直接翻译就是脆饼之王。论卖相真的不及前面的 Samosa， 但是论味道应该就是我们这餐最好吃的一样东西。跟餐前的小食一样，脆饼是用 lentil 而炸的，里面酿了番茄、脆米、洋葱等等，而旁边又有薄荷、红石榴和 yogurt 酱，吃的时候敲碎晒，然后点旁边的酱吃就可以了。馅料的味道很丰富，有番茄的酸甜，有香料的辣、咸，而每种味道其实都很分明，但是夹在一起又很平衡，真的令人印象深刻的。主菜我们点了红咖喱鸡，比起前菜主菜就没那么特别了，咖喱就比一般的印度咖喱香少少，应该在香料度都落了啲功夫嘅。鸡肉咧都好嫩滑嘅，似系用咗鸡髀肉，但系可能咖喱咧好难有太多创新啦。料理好高质，但系就唔会令人眼前一亮咯。我哋点咗 naan 咧，点咖喱食嘅。呢度嘅 naan 比坊间食到嘅要大啦，热辣辣，味道咧就系正常发挥。最后埋单咧，两个人年加一就大概900多元，人均唔使500元嘅。要留意就系，因为晚市禁堂食嘅关系咧，我哋就喺下午食嘅。但系餐牌本身系晚餐嚟噶，咁所以如果每人400多元就可以食到米芝莲一星餐厅嘅 dinner 嘅话咧，性价比都几高嘅。整体而言 ，Chat 系一间非常高质嘅印度菜餐厅，料理咧就好重视香料嘅使用，令到每一道菜都有很独一无二的味觉冲击。尤其两道招牌菜就再出色一点了。
不过咧料理整体偏辣啊，如果食唔到辣嘅朋友咧就要注意一下啦。如果话高级餐厅有分试食一次打个卡，同埋可以成日去食呢两种嘅话咧 ，Chat 同上次介绍过嘅 Hopshon 咧都可以话系第二种。Chat 同 Butterfly Room 系 Rosewood 长期霸满嘅餐厅，一位难求。呢度就教大家点样去抢位。呢两间餐厅咧，其实都系每个月一号朝早九点钟就开放 booking 嘅。而两间餐厅咧喺开放 booking 五分钟之内咧就会满晒噶啦，所以 book 位嘅时候咧千祈唔好犹豫，一揿咗落去咧就系嗰个噶啦。请预早咧将你方便嘅日子写喺张纸度，最好就预备多几日啦。入咗个 booking 网站之后咧，拣好咗日期同时间之后咧，就会出现三种情况。如果有位嘅咧，就即刻选择你所要嘅时间啦。入咗去付款嘅页面之后咧，就自动帮你 reserve 咗噶啦。咁如果当日已经满咗，但系之后嘅日子有位咧，就可以喺下边 other days 里边咧拣一个时间。呢度咧你净系得两至三秒时间做决定嘅啫，反应太慢嘅话咧，就会俾人抢走噶啦。第三个情况咧就系显示之后七日咧都 full 晒。呢个时候咧，请直接拣至少一个星期后嘅时段。如果你连揀了几次都敷晒嘅话咧，都唔使放弃嘅，因为咧有其他人揀了更加好嘅时段之后咧，佢会放翻之前啲日子出嚟，咁呢个时候你就可以执死鸡啦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条片，记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。我哋下条片再见。